就上次在熊村之旅之后，你以为就结束了吗？大，并没有，因为有比我更痛苦的人。我们胡大夫今天早上在起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撩被子，突然发现自己脚踝处有一个虫子的头，痛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一个虫子，学名蜱虫，然后正在他的头上。从上周日，然后去采熊葱到现在已经3天过去了，它依然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它把它的头钻进了它的肉里边，对，所以它经过几次洗澡啊什么之后，还是稳稳的在那个地方待着。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发现它之后呢，就赶紧联系了我们的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就说：“那你赶紧过来吧，我帮你处理一下。”然后今天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拍上这个处理蜱虫的过程。嗯，悲惨的胡大夫，来，我给你拍一下你的腿吧。来，对了，对，就这里，能看出来吗？有点知道了。哦，对，可以看出来了，就是他的头埋在里边，现在只有他的身体在外面。对，走吧，咱们走吧。胡大夫，一会儿你问一下，看让不让拍，好不好？我们骑自行车过来的，太阳又很大，然后就好累。走吧。看一下，游戏的规则，有感染的，10点到12点，18到19点，哦，这是新冠状病毒的。对。走吧，咱们先办正事儿。Can she make a video? You must ask the doctor. I don't know. But maybe it's okay for her then. First, this one. Thank you. Okay. 我们需要等一下医生过来，问问医生能不能拍。现在看得清楚一些。哎，我觉得你是不是还觉得痒来着什么的？为什么这边还这么多疤呀？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这个姿势有点娘，如果他有脑炎病毒携带着的话，胡大夫就可能就被感染了，是不是？不一定，我打了2针疫苗。Are you vaccinated against FSME? Two times. Yeah, perfect. Very good. And it hasn't been on your skin for a long time, okay? Because it's really small yet. So. Stayed here for 2 days. 2 days? Yeah. We went to the forest on Sunday. Okay. Yeah, it's gone now. The hair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Come off. No, it doesn't matter. No problem. Perfect. Okay. Okay, thank you. Just disinfect a little bit. 那个头依然在里边吗？那怎么办呀？但是没事。哦，那就行。这里会出来。I can try if I can stay here later. Let's see. But otherwise, it just comes off by itself. Doesn't matter. Okay? Don't worry about it. So it won't cause any infection? No. It's too small. Oh, okay. Yeah? You keep an eye on your skin. Yeah. If
If there's anything red spreading, mm-hmm. then you come back to see us. Okay, okay. Good. All right. Thank you. No problem. 这么简单。然后头也没有搞出来，你在家里面也可以把你的衣服，哇 ，OK， 单个声音 ，Hello， 还顺便过来打一下疫苗，然后因为今天人不特别多，所以护士说可以一起打了，是吧？我们。就是打疫苗的记录是吧、嗯、就是哪一天到哪一天森林脑炎的打了两次了已经今天到第三次嗯OK 那这个还录吗嗯不用吧关掉就关掉因为没什么特殊的打疫苗的地方然后就到这儿了因为我们可能要脱衣服本来以为是一个大工程因为想着这种蜱虫类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的头弄出来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嘛可是医生说医生还是有经验的比我们想象的那啥一些啊、哦、医生说没关系等到之后如果发现它变红了呀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症状的话你就赶紧再过来对不过也带着大家看了一下这边的环境啊还有温柔护士说话的语调啊是不是、嗯、对对对好了行今天就到这儿吧拜拜我又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然后这一路的风景也是来的时候除了有点味道比较重因为我们路过了一片农田对对对然后我们准备在回家的这一路呢就像上次去采熊葱一样然后把相机挂到我们的自行车前面固定在那边然后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回家吧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这种形式啊可能画质有点不太好而且还可能会有一点点晃但是你可以看到你来这边旅游看不到的风景 Let's go走吧走出发算了吧那前面的住呢这条自行车道好快有鸡的味道走吧妈妈一会儿给你留着那是前面妈妈我们这么骑着吧哎呦好爽啊新区这里是这算新区吗班知道当然是新区啦这边还没有完成入住呢是吧还在建哈、嗯、慢慢骑这边的路稍微平缓一点不想上次似的那么颠啊、哦这里有一个德牧的训练基地。狗狗吗？啊。没看见呗。对啊。没看见狗啊。狗关起来吗？在叫呢。这里有一片儿童游乐场。哎，这边是一个火车的那啥呀？啊，对，休息的。还是一列 ICE 呢？什么呀？还是一列叫什么动车？动车。子弹头。对，子弹头。德国没有子弹头了。前面来了小哥给他拉。哦，小妹。你这么累，等一下，来。那边是农场，农场、农田，或者随便。韭菜台是不是？对。你长得还种的呀，肯定是。那我们是不是？
可是采一点没关系吧，采一把回去吃吧。来上一帮。我好像需要打气了。前面那个沙滩吧。沙滩。嗯。只要是有沙子的地方，就沙滩对你来说是不是？嗯。因为你这个已经，我都已经听到里边的那个。我也听到了。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味儿了，我去，你真的是找了个好地方。我去，这个是臭的。为什么这么臭？没有闻到这臭的。他们喜欢这种有机的味道吗？你帮我扶一下呗。今天有蓝天，吃个面包。我不吃蓝，你在这种有味道的地方，你不要让我吃东西。走你！前面有个邮递员，小姐姐，他竟然撒手骑邮车。就人了好不好？这里又有一片游乐设施。太得了！又到反面的跟前了，干啥呀？看那个门上写的什么？艺术家们的作品那是。对，门上有艺术。好，那也不远呢啊，不远。你想去骑吗？不用，回去吧，回去干活吧。好歹也是工作日啊，是吧？你对不上的时候要调前面的小环。绿灯。来看一下那个 Copland， 这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买东西的地方。哦，刚好有一辆车过去，太好了。直走啊。我们慢慢骑没事。35块到这里来呀。啊，是啊，本来就是。
了。